想知道马蓉和宋哲咋样了。王宝强发出声明之后，马蓉和宋哲呢，我觉得基本上也就退隐江湖，离开娱乐圈了，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了。他们两个人的离婚官司呢，目前也都在审理之中，马蓉和宋哲应该也不会走到一起，只能默默无闻的转型去做别的工作，这是他们最好的出路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